I'll shake. Hello， 我是江江。今天呢，提米要跟大家介绍这台奇葩的，这是卡车吧？对不对？后面还有 DJ 在播放这个什么东西啊？你好，先下来看一下。哇，车子下面还会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又重生一台车子出来卡住了。OK， 我先把它退出好了。我来爬上来看一看是什么东西。哦，它车子下面会发亮，有那个摇滚的感觉在。哇，屌哦，这个音乐！你看这个造型很像那个谁。哦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来介绍第二台车。第二台车呢也是跟音乐有关的。我可以看到上面有个人在走路吗？那感觉很像衣橱啊，是不是？不是衣橱，是一堆喇叭叠在上面。这好奇葩啊！他是不是应该玩一下音乐啊？不对，这要怎么上去啊？感觉上不太了。我看看这后面可以爬上去啊？可以跳上去吗？哎，不行哦，不能上去啊！我再试一下，哦，我直接下来了、啊。这台奇葩的车子，哦，装下枪啊，这个不太好指啊。OK， 我们可以看到这旁边是一堆的音响，后面是超大喇叭，前面这个是我先把它射，它就这样挂了，反过来的姿势好丑哦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们来介绍另外一台车，这台车呢是崔夫又坐了这台，这是什么菜篮吗？还是好快哦！等一下，我不是小孩吗？我不是提姆吗？为什么会出现崔夫呢？好 ，OK， 这台车还蛮好玩的，就是了，喂，你居然不会摔倒！我下来一下，哦，不会吧？我是隐形的，还有这样子的，哦，酷啊！来坐回去，酷！他把高尔夫球车跟这个合在一起了。来，我们介绍另外一台车啊，这是圣诞节会坐的车吧？前面是一堆麋鹿，你看为什么我是隐形的？等一下再改回来好了。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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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它可以飞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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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起来了。后面是什么？会冒烟在？这有办法下降吗？哎呦，固定了，固定了。等一下，这怎么转啊？我把那个飞行模式关掉好了。好的，终于停下来了。哇，怎么这样？别闹了好不好？飞哦！我超级快的、啊。把这个关掉，这次应该就比较正常了，直接在这个路上走。我们看一下第三人称，看起来是还蛮顺利的。它是可以这样转弯的，为什么掉一只鹿？哦，又掉一只啊！我的鹿。我的路应该没事哦，他可以这样子，他可以这样子把车子赶到一边去啊！啊，又一头鹿倒了。
来来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，我再洗刷刷一下。哎，哦，啊，蛮有趣的，喂，路都不见了。喂，爬起来，爬起来。哎，有一只爬起来了，另外一只嘞，我还活着啊。撞开，撞开。OK， 我们来介绍这台车。这台车子有什么特别的、啊？等等等等，后车厢是不是有个人啊？不是，是有个人吗？这台车想要表达什么？我来试试看。哇！一射就有人跑下来了。哇，那台车是怎样把旁边的那个什么栅栏都把它撞烂了啦？哇，这台车好血腥啊，可怕可怕！哦呦，这台车土超机，然后我开在这个人行道上面这样撒超，会有人来捡吗？有人拿起了手机要准备，不，他是拿香烟在抽啊，不是啊？这位先生是想捡吗？看到没有，钞票啊，从下面喷出来了。哼，人跑光了。OK， 我们现在这台车呢是这个 We 是那个 We 那个什么大麻叶，然后还有旁边这个喷烟的是什么东西啊？然后旁边还上面还有这个是像砖块一样的。OK，BB 砖 ，OK， 然后后面还有水烟呢、啊，哇、哦，里面会冒烟呢，酷。他说是合法的 BB， 哈哈，自我消音啊。哇，这个后面还有香烟呢、啊。呀，这位太太是想要尝试吗？哎，你想要进去再来？这台车是我的。哦，合法的哦，看起来很屌哦，旁边会冒烟呢、啊。哟，里面有那个什么超人，这个玻璃打不烂呢、欸。哇，什么东西？看起来蛮坚固的，你看打它，呀，轮胎爆了。OK， 我们来换另外一台车。这台车是 Trevor 坐在上面的、啊，啊，这次我没有引擎了，直接开在上面。可以看到 Trevor 在冲浪，喂，冲啊！哇，哎、欸，前面的人，哇、哦，直接撞飞走了。可以看到 Trevor 站在上面，他在骂我，嘿嘿嘿。我没有冲浪板，轮胎是有爆还是没爆、啊？看起来是有爆、啊。好啦，再吹风再去晃晃好了。他看起来蛮享受这个时刻的。哦，加速冲啊！哦，好快好快好快！哦吼，超级撞到东西了，哇！就直接把它捞下，丢在这边了。哇，这么坚固，完全不会爆、啊。打的都是弹孔，对。